好 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进入内在生活，一个重要的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态要怎么样？真的是爱慕神。然后方法就是你需要刚开始的时候操练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的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啊。锡安堂的创办人荣教士，他翻译了一个资料，是 Mrs. Robinson 罗本森师母，他写了一本书叫《荣耀的光辉》。那么，荣教士基本是受到罗本森师母的影响。那罗本森师母呢，写了几个东西很好的，短短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叫做等候神啊，我们可以关其中一个灯，会看得清楚一点。我们都可以下载这些PowerPoint 哈，就找 Vanessa 去下载啊。那有一部分我教他们email 给你们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任何时候，只要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只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和睦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师父你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的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并且我们的冷酷、不解、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所以你读了这段的资料，看到些什么？对等候神抓到一点味道了吗？等候神的秘诀在哪里？嗯，等啊，等什么啊？灵里的注视，注视他的面庞，和睦他的同在。在刚才第一个读的重点啊，不是说我们用很多的 verbal prayer， 不是太多的悟性在那边讲祷告，乃是一种是一种叫静观式的祷告，是一种的默想神。所以在我们的讲义的 number D， 好 number C， 我们就把它跟 number A 连在一起。我们的心单属主，爱主啊，这个是 number A 同样的一个的观点。在 number D， 默想神，默念神啊，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45篇第五节，诗篇145篇第五节。好，帮我们读。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这也提到默念神。英文叫 meditate， 或者默想神。meditate on God， 其实所谓等候神呢，就是操练默想神。meditate on God， 那这个 meditate on God， 不是重点放在我们的悟性思想去想。神的恩典，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美德，这个是我们过去传统的悟性祷告，或者说悟性默想神的一个方法。
在密契派里面说强调的默想神呢，就是刚刚用这个等候神所说的，是在灵里面去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所以这个 meditate 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静观式的默想，英文叫 contemplate， 名词是 contemplation。 这个默想 meditation 不是去想一些的事情，想一些神的作为，而是 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 翻成中文呢，最好的翻译就是静观。 contemplate 是指一个看见的，一个灵里的看见。所谓静观就是不做任何声音的祷告，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但是你回到你的里面，用你灵里的眼睛来观看神，观静观 contemplate on God，就是刚才罗炳生师母所教导的，不一定要祷告啊，但他不是反对祷告，但你要进入这种静观式的默想，尽量放下你的悟性，不是用声音，乃是在灵里面静观在神的面前，注视他的面庞，这种观看瞻仰，就是在诗篇二十七篇所说的瞻仰神的荣美，在灵里面寻求他的面，敞着脸对看见主的荣光，静观式的祷告。好，王弟兄，所以我想这种的等候神或者默想神静观神的操练呢，心思是一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的拦阻啊。那么这个拦阻呢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继续的坚持下去啊。那么下面会提到还有一些补助的方法会对付这个心思跟悟性啊，当然就是说心态要对，我们的心态真的是爱慕他，要方法就是透过安静的等候静观啊。那么下面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特别对我本身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如何能够专心不会被思想分叉啊。那么其实呢在 number F， 注意在讲义的 number F 啊，主耶稣特别提醒说在灵里面来敬拜神，所以你的注视点是在里面不是外面。那不单是你把外面的东西放下来，进入你生命的内室，关上门，要操练怎么关上门，关上你心思的门，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不单是你把整个的侍奉的重担、侍奉的思想、教会的需要、你的需要啊、家庭的需要，所有的关在心门外，进到你心灵的内室，操练，只看到耶稣，我与他，他与我，就是一个二人世界，就像你当初跟你姐妹谈恋爱那种味道，就对了。二人世界，管他世界外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对，啊，对，所以这个也是对，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在的生活的操练，刚刚是相反的。神不但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也是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操练内在生活的，一定要抓住约翰福音第四章 ，In Spirit， 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基督是内住的耶稣。
基督在我里面活，在里面来注视他，来仰望他，一定是要类似的操练。啊，好，无论是新世纪的他们的打坐，啊，或者说他们学 yoga 儒家的这种的打坐，或者佛教的打坐，啊，这些是 imitation 假冒，就好像真的劳力士手表，一定会有假的劳力士手表。有真的被圣灵充满，也会有邪灵充满。今天很多时候仇敌就是用一些假的东西来吓我们。哦，你不要追求圣灵充满了，小心邪灵充满了。哦，你不要追求内在生活等候神哦。你看这个有点像这个打坐哦，冥想哦，啊，你等候那些什么东西啊？啊，但是假的东西不能拦阻我们要得到那个真的东西。越宝贵的东西，仇敌就越会假冒，让你们害怕。你要不要拥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好几万块美金一个，我要啊！越有价值的东西，越有假冒。神的教会因着这个理性主义的兴起，在二十世纪已经把圣灵的恩赐、医病赶鬼这些东西都丢掉了。但其实真实的恩赐是教会需要的，这个丢掉了，所以教会一直走下坡。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一个一个关门了，包括在美国所谓是基督教国家，你们来到美国好好去注意北美的教会啊，是一个一个走下坡的，一个一个关门了。今天在北美增长的最快的教会是摩门教，还有回教，不是我们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一个关门了。我1989年在基督教牧会，那个教堂啊，漂亮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原来是美国人的教会，这个没有人了，剩下几个老人，拜托卖给你们中国教会，你们来好好来用来传福音吧。可以，那个地跟教堂可以值200万以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时候，好像才卖50几万就卖给我们了。好多的教堂，我前年去旧金山一个教会，台语教会讲道，讲他们的退休会，也是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国教堂。原来这群中国人只是借他们的地方做台语聚会，结果这个大教会的美国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也剩下几个老人，结果把整个教堂送给他们，拜托你们了，继续用这个神的圣殿，让我们可以对得起神啊！千万不要把它卖掉或者拆了啊！这是神的殿啊！这个中国教会不发一分钱，拿了个好漂亮的大教堂，而且他们很有意思，陈牧师还跟我说：“哎呀，你都不知道神多祝福我们，这个教堂我们有一个大的高高的岛，这个十字架，这个一个塔，这个高塔呢，租给 AT&T 做他们的 antenna， 一个月给我们10000块美金，真的太精彩了，很可怜的。美国的教会一个一个关门，就是不相信神的大能，要神学也讲错，啊，新派神学，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圣经的所定规的同性恋也可以，同性恋也可以做牧师，啊，美国的教会真的是乱七八糟，走下坡，啊，只有保守的少数的余数被圣灵充满，他们还是就是敬虔的，啊，追求神，然后有圣灵的恩赐，保守那个余数，但是大部分大众派的教会一直走下坡的，啊，所以越宝贵的恩赐越会有假冒，
这个内在生活也是被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误会，如同当年圣灵的恩赐被攻击一样。你一圣灵充满，一说方言，就说诶，你是讲鬼方言，方言已经停止了，所以你讲的一定是鬼方言。哇、哦，你一并赶鬼，你这个一定是靠鬼王的能力。耶稣当年怎么被骂，我们今天同样一样的被攻击的。但越宝贵圣灵的恩赐是最重要的，也是受到很多的攻击的，包括这个 meditation 内在生活等候神，也是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误会，很多的假冒啊。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当初很多要追求圣灵充满的常常说，哎呀，会不会邪灵进来了，邪灵充满了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挑战问题。其实基本上假如我们真的是爱神爱慕神，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是不会让邪灵进来的。所以最好的操练就是先用悟性跟读经进入。所以为什么我在下面一堂课会讲到，我们要操练属灵五官，内在生活要从圣经话语里面来操练我们的属灵五官，在话语里面。所以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从悟性的祷告进入，不要说一开始就安静等候神，先有灵修读经悟性的祷告，然后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洁净，主啊，我单单的仰望你，我渴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然后你用悟性的祷告来帮助你灵里的进入啊。所以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没有提到进入祷告的经文，上面有没有，你们那边有没有印出来啊？你进入之前去宣告这些经文，主啊，我关上门进入我生命的内室来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除去我心里的帕子，要敞着脸对看见你的荣光，主啊，我寻求你，寻求你的面，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主啊，我的心等候你，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篇二十四篇，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我要以口洁心清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遇见你，主啊，在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你在我里面，我与你一同的坐席，主啊，我爱你，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说爱慕的，主啊，你应许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显现，你要与我同住。所以透过这些悟性的经文，关乎到内在生活的经文，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等候，直到诚心在我心里面显现才是好的。用这些内在的经文，内在生活的经文，再加上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洁净我，要单单的仰望你，注视你的面庞，渴慕你的同在，这样来进入。对，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了哈。这个就是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因为汪弟兄提到这个悟性跟心思的教养。当然，我们先用导读神的话，悟性的祷告，关于内在生活的这些经文来帮助进入。在这个悟性祷告里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要用悟性祷告，也要什么？用灵祷告。悟性就怎么没有果效了？如果能够超越你的悟性，如何超越你心思的搅扰，好像这个悟性可以停下来，你就要放下你的悟性，进入方言的祷告，来造就自己。当你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到个地步，你就
很容易就进入。所以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是要配合的。啊、所以很多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伤心啊，也没有这种的一个经历，就比较难。单单活在悟性的层面很难，比较难一点的。所以你就发现，其实无论是荣教师也好，江秀琴牧师也好，其实在他们的等候神灵修的生活当中，方言祷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讲啊，别人居然说啊，你高举方言或怎么样，就很难讲啊。但我们就是回到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告诉我们，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而且会造就到一个地步，你的整个属灵五官会被 activate 的。很多很有恩赐的仆人，他们能够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些的人的病、人的需要，看到一些图画，他们的灵眼被造就到的一个地步会看见。但是常常他们花很多时间用方言祷告，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讲出来，因为会怕误会啊，变得只追求方言啊。但是他们真的是抓住过年的全书实施上的应许，这个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造就什么？造就你的属灵五官，让你读经更有属灵的悟性啊，让你祷告更有能力啊，灵里更清楚的看见啊。所以因为聚会所不伤心方言，就是不操练这个东西，所以就很难，比较难。好，就是说尽量就是单纯，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恩典，所有自然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包括运动太极拳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包括针灸穴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长期被佛教或是异教用了，所以就让我们害怕。但其实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夺回来，圣化啊！所以感谢神，现在越来越多基督徒做针灸医生。我们不能说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色情暴力，电影就不好。我们要把好莱坞变成什么？好莱坞，也就是加尔文厉害的地方，他提出文化使命，记得吗？我之前提过，我们要让神在每一个的文化层面上掌权，音乐要把它改过来。文学不是只是 Harry Potter， 要 Hallelujah Potter。 但是我们基督教没有出棒的文学家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错误，以为这些都是俗世界的，这世界非我家，电影是不好，音乐也不好。为什么不好？是因为仇敌在用啊，用这些来捆绑这个时代的人啊。假如我们能够进到每一个文化层面，让神重新的掌权，在科学上面掌权，就不会有进化论的这些错误的想法；要在文学上面掌权，就不会让小孩子，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孩子都在读 Harry Potter 的书啊！啊，我两年前回台湾看到我的子女，哇，拿着那么厚的 Harry Potter 在读。读圣经没有那么有趣，读那个读得津津有味。哎呀，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没有产生好的基督教文学啊。他们听一些热门音乐，基督教没有做很好的敬拜赞美的音乐。感谢神，现在慢慢开始有了，但是刚刚开始有也被骂得要死啊，说是敬拜赞美的短歌啊，啊怎么什么多问题啊，也是批评一堆。但是年轻人还能够今天跟你唱圣哉圣哉圣哉，吓得他们不得了，对不对啊？主在圣殿中，我们要肃静静默认罪祷告，这个没有错。但是这年轻人
你不能用这种方法啊，我们要有新的音乐，活泼的音乐啊，要弹个吉他打个鼓才能够帮助他们啊。啊，所以我们需要在音乐、文学、政治啊、教育每一个领域上要掌权，包括太极拳啊。假如你反对太极拳，说太极拳都是佛教的，都是不好的，那你就在中国可能有一大半的人你就绊倒他们了。多少的老人家练太极拳，有时候我早上也练一下，真的有用。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这个太极拳社，学了一些基础，发现很有用的太极拳。但是我练太极拳的方法是一边练一边灵里面祷告，圣灵充满，不是像他们这种操练气功的什么的啊。我每次练站桩的时候是我最亲近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我告诉你，站桩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脚会发热发麻发痛，站不下去的，很痛的，都是在祷告耶稣来挨过最后那个三分钟。我在台大的时候练跑步也是，我一定定规，我每天一定要跑那个操场五圈，因为知道哇，将来要被神用啊，身体很重要。每天跑，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是最拼命祷告的，因为挨不下去了。所以我每次跑完，我会跪在地上的感谢神啊，因为你不跪也不行，没力气了，都是倒下去了。但是就是透过这些运动，透过这些的练拳，怎么操练身体啊？圣经说要操练身体啊，你不要一操练身体就说哦，这个操练身体运动啊、这些全就是属于邪灵的。 No， 我们把它拉回来。假如我们基督教里面出了很多太极高手的话，这个东西慢慢就改过来了，就不是属于佛教的，是属于我们基督教的。几年前在东湾，可能弟兄认识那个许龙牧师，听说吗？第三家的，他是太极拳高手啊，还跑到我们基督之家第四家给我们开班了。我有些东西是跟他学的，身体特别好啊，讲话特别洪亮啊。他就是练太极拳，他说千万我们基督徒要练动功，不要太多练那种静功打坐，很容易走错。但是动功是一种运动啊，配合你的呼吸，对身体特别好。这些宝贝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假如你反对针灸更糟，中国多少人相信中医针灸，你就绊倒他们，你福音就传不下去了。就好像当时候我们基督教故意去反对这个祖先的事情，做成很多不必要的绊脚石啊。今天很多西方的这些极端灵恩派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中医啊，说针灸是邪灵，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针灸穴道的那个厉害跟果效啊。啊，我告诉你，我有针灸的 license， 但我不在加州行医，因为我没有在加州考，我是在纽约，我是拿了美国佛蒙州004号第四个他们所发的 license， 改天会给你们看。我学的一年针灸，跟我一个会友，他是纽约针灸学会的会长，他就每次跟我说：“王牧师啊，我告诉你，你要学针灸啊，将来假如你要做宣教师，带几颗针，你就医疗传道了。”我说：“对哦，说不定将来神要我做宣教师啊。”我去学，学了一年，刚学的时候很痛苦的，要自己打针啊，啊，自己打到肚子里，打到脚里面。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感觉，那个下针的手法怎么样不痛，你才能跟别人针。尤其是抓着师母来做实验，把师母吓得不得了啊。结果慢慢操练下针，对方应该是不痛的，那个位置角度速度都要掌握得很快，啪一下子下去了。这个是自然的恩典，但是因为被仇敌拿去用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神创造我们身体真的有穴道的啊，你按下去那个穴道你真的会觉得痛的。而且他们西医用 isotope， 用这个同位素打到一个人体里面，把所有的穴道都显示出来了。穴道是非常科学的东西来的啊。好，我们不能再多讲这些关于这个打坐啊等等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回到圣经，众圣徒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啊。不管这些异教或者有些什么假冒类似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学他们的，我们就回到圣经啊。好，刚才所以这些是悟性祷告的层面啊，从大大张口啊，特别韩国教会很习惯大声的一起来祷告啊啊，那这是其中一方面的操练啊。但今天我们是进到另外一种的，是安静式的默观静观式的祷告，反而是不用声音的，就是悟性祷告。对了对了，导读，对对，所以不要急着去进入这个静观式的祷告啊，所以需要有基础的。就好像很多人发现追求灵恩之前需要一个什么话语的基础，生命的基础，不然的话你会骄傲会走偏啊。同样的，我们讲到这个静观式的祷告也需要有一个悟性祷告的基础，你的读经生活悟性祷告的基础已经是蛮强的啊。那么记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一起来。当风的时候，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三个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下，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撒拉佛这种面对面的看见神的荣光、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敬拜？你发现撒拉佛两个翅膀怎么借脸，学生预表完全的谦卑隐藏，没有自己的面子出面，不是好像追求这个属灵的经历让我好像觉得比别人熟练。我们要操练追求内在生活，我们需要效法撒拉佛，真的解脸，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自己的面子，隐藏在神全能翅膀的荫下，完全的隐藏谦卑。第二，两个翅膀什么遮脚，没有自己的脚踪，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真的是把生命交给神。当你这样的谦卑隐藏顺服等候，你都会经历到两个翅膀能够翱翔在神的面前，面对面的朝见神敬拜神。所以求神把这个撒拉佛这样敬拜的恩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谦卑隐藏，然后顺服等候，没有自己。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这样来进入。然后再加上刚才我提到这些经文，也用这些经文来做悟性的祷告来进入。所以的确呢，因为在中国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听教牧师的录音带，听得似懂非懂，没有真实的在牧师的实际的教导引导
修正，等于说是就是听录音带，你要自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一些后说打坐的背景，以为这个就是打坐，就增添了很多人的做法跟想法，所以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做，一方面那么重要的真理不应该只是用一个录音带就丢出去啊，别人听了似懂非懂，学着去做，做了三不像，就很危险。重要的这种的灵命的经历，怪不得耶稣要带着门徒与他同住，有些东西不能讲的，是要带着他们去操练修正教导。所以为什么要门徒训练啊？很多东西不能只是上网，今天有很多网上教会啊，网上的会员，网上的奉献啊，网上去学一些东西，有些东西不能只是在网上看一看，然后就照着这样去操练，需要有一个 coaching， 有一个的教练在你旁边看你，诶，你这个姿势不对，诶，你这个想法不对，你这个口中念念有词是 baby tongues， 有些人也是想放哒哒哒哒，哦，这个舌音不对，我给你修正，你要好好的仰望神。真正的方言是每个音节很清楚的 ，shakalab humble shakalab 很清楚的，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音，这个是 baby tongue， 是 baby 的方言。你要更成熟的方言，述说个人的奥秘，有 humble shakalab 征战的方言，有赞美的方言，味道不一样的，内容也不一样的，有带球流泪的方言，不一样的。述说个人的奥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方言两个字。我告诉你，这个需要教导的，有经验的老师一听就知道你的方言是什么方言。啊，不是停留在那个舌音或是音孩的方言，只有单音，永远就是那个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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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需要教的教导，需要悟性的教导，然后按照圣灵的引导浇灌充满把它 develop 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为什么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是听录音带上网，没有这种的这那么简单的方法的。你再讲这些东西42分就麻烦了，是灵恩的，对，所以说呢麻烦了，就导得很乌烟瘴气，就像气功这种能量的，对对对，很麻烦了。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在圣灵神学里面一个一个个案来去讨论去了解的啊，就是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些气功的名词啊，能量就移过去了，那都会产生很大的误会啊。那基本上我们都不用能量的这种名词啊。那么就是我们就是疫病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按手祷告啊，或者禁食祷告。那么关于这个恩赐的 impartation 啊，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讨论的啊。是否有恩赐的牧者给你按手，你就一定就得到医病的恩赐啊？这个也不是传染的啊。 might be 经过这个 necessary step 来帮助我们得着圣灵随己意要给我们的恩赐，其实主权还在谁呀？圣灵嘛。哥林多前书12章讲得那么清楚，每人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圣灵要给我们，需要透过一个有恩赐的仆人给我们 activate， 鼓励我们有这种信心啊，我得着了。其实真正是否得着是在乎圣灵有没有同时的 endorse。假如圣灵没有 endorse， 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你找100个有恩赐的人给你 impartation 都是零。所以这些事情都要花时间去了解认识，不要整
天天去追求聚会，追求这个 anointing， 追求 impartation， 不是一定得到的。所以你刚才提到几点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不但让我们真的经历到大卫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在灵里面的喜乐，灵里的满足，但是也能够经历到哥林的后书三章十八节什么反照神的荣光，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你的生命会被改变。所以就是说内在生活呢会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真实，神同在的满足，同时也需要话语。所以为什么密契派被攻击，就是说很多时候就像灵恩派一样，只追求恩赐不追求神的话语，密契派只追求等候神，甚至不追求悟性祷告，甚至不追求读经，把这个的操练高举胜过一切。但是是需要几方面的平衡，有一个外功的操练加上内功。对了，你的内在生活跟着话语的生活要配合的啊。但其实现在发现呢，包括内在意志还是也是一个范畴，我们需要经历的啊啊。假如从小受到很多的伤害、惊吓啊，甚至圣灵会引导你进入内在意志的一个另外一个领域。所以过去这几十年，特别在北美有个叫 Stanford 牧师，他是那个Elijah House 的创办人，他是在这方面特别有看见啊，就是帮助透过祷告圣灵给他的意象引导，把你的一些光景问题讲出来，然后把你带进你过去受伤痛的那个情境，然后如何看见神的医治，如何从那个伤痛走出来啊，那这是又另外一个范畴啊，也需要透过圣经的辅导，这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不是只是一样啊，是很丰富的啊，需要圣经的辅导，需要内在的医治，需要祷告等候神，内在生活各方面全面的一个的扶持，才产生一个平衡的很荣耀的很有能力的圣徒啊。所以平衡是很重要，全面也是一个很重要。哎呀，神是非常自由喜乐的神，不是那么律法啊啊。那么罗伦斯弟兄是在洗碗的时候也在祷告，在走路的也是在祷告。说你操练的时候，当你想要亲近神，操练最好的方式呢，因为我们没有跟神那么亲密的时候呢，你的知识会帮助你。像我早上一定先跪下来，先祷告一段时间，因为当你跪下来，这个动作会带来一个敬虔、专心啊。那么进入悟性的祷告啊，或者方言的祷告，然后读圣经啊，就是说。这样会比较容易进入，或者说一段时间就安静淡淡的默想神啊，所以可以有各样的方式的啊。豆芽我就能够解封。对了，哈利路亚，学到了哈利路亚。没办法解，没办法解这个绿豆，他这个命令来说，你要把这个根给断，那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对不对？正是因为光景不对的时候，对，更需要进入这个内，对了，回到这里，对。需要常常被提醒回到里面，对对对，常常回到里面，这个，嗯。所以汪弟兄这个经历跟体验很好，内在生活往往是在那个最不行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越要进入，越要进入。所以我常常会 picture 一件事情，这个 picture 就是，当你看到风暴来临的时候，这个风暴吹到这个海浪翻腾。假如你是在这个海里面，好像一个球，越在海面上，你越会被那个风浪来打击。但这个时候，假如你是这个球，
隐藏在海底里面，真的是隐藏在全能者的印下，住在他的里面，仇敌摸不到你，这个风浪打不到你，因为你在里面很深处，外面的攻击、外面的言语、外面的打击碰不到你，也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的能力跟 protection。 越在风暴当中，你越要进入生命的类似外面的仇敌碰不到你，风浪打不到，对，风浪还是会来的，有时候你不注意，你就跑到你的肉体血气里面外面去了，那你就会跟他斗起来了，还是靠宝穴再进去、对，再进去，常常提醒回到里面。所以回应这两个问题呢，你会发现但你看每次来湾区，我一定参加他的聚会，常常看到很多人，有人推着轮椅把病人带来啊，坐在头一排哦。但是最难过的时候，聚会结束，这些人还是一个一个推出去了，没有几个得到医治啊。Bethlehem 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医病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见证所传的道，神不是为了单单医治而医治，神只要彰显他的荣耀，好，有几个的病人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美意、恩典临到他，他起来做见证，啊，就达到了那个见证的目的，是见证所传的道。所以你看到连耶稣在比斯大池也只医治了谁啊？一个探子。耶稣不是整天去做医治工作，累死了，我告诉你，耶稣没命了啊！世界的病人多少啊？而且病还是在这个自然律亚当的咒诅里面，神的一个的对人类的一个的审判的里面，是在自然律神所定规的里面，生老病死。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病就得医治，在过去极端的灵恩派说救恩里面包括病的医治，也是完全误导。你好好看四福音，好好看保罗的书信，从来没有应许救恩包括病的医治，没有。救恩只包括罪得赦免、得永生、得圣灵内住、得成为神的儿女。你好好的回去看，找不到一个应许说信耶稣病就一定会得到医治。很多人抓着以赛亚书53章因他的鞭伤得到医治，这个不是这样解的，不是说他的救赎就包括鞭伤得医治，不是这样解释的。接着我们都会在系统神学、灵恩神学里面探讨这些的经文。所以关于这个医治的问题，在一个复兴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是求复兴，阿苏萨大复兴，在一个大复兴的光景里面，神要真的是复兴他的教会，因着众圣徒的祷告，复兴临到了。在一个真实的复兴里面呢，的确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真实的复兴，阿苏萨的大复兴，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山东大复兴，包括几十年前在中国的农村的大复兴，真的神迹奇事是多得不得了的啊！我们要求那个大复兴，为了神的国度，福音是为了神国度的福音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肉体的需要。有病不去找医生，不好好注重营养，不好好吃饭，那简单求神医 ？No， 不行的，一定要好好吃饭的，还有运动啊！我来叫你站桩啊，好好把你痛的半死啊！要运动的，操练身体的，不能整天就是神医神医，到时候神就不医。我告诉你啊，所以要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是在一个大复兴的背景里面，为了神教会国度的复兴，这个真的在加密山。那个神的佛浇灌下来是为了国度的一个复兴啊，所以不对的，一定要神医布道要加在一起。
而且那个道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你不能说你信不信耶稣同样能够医治你，这个不是布道。伤心的人都出来举手，这个不是布道，谁都会出来的。你要把十字架把救恩要讲得清清楚楚，你是否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你的救主，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是否愿意站出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他也能够帮助你，他也能够医治你，但是不是一定能医治你，他能够在乎神的主权。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的布道神医只讲神医不讲布道，但是感谢神啊，贝尼汉的布道讲得很清楚的，他的旧约新约真的很熟，他讲羔羊的血，哇，讲得太清楚了，讲十字架的救恩讲得太清楚了，啊，虽然他有一些别的问题，但是他的救恩信息是很清楚的，他医病的恩赐也是很明显的，包括布永康，啊，现在布永康已经从非洲退休下来了，把他的这个的衣钵交给另外一个他的年轻的叫 Daniel 什么的，很年轻啊，才二十几岁，他现在开始重视美国，他说 America is too small for God， 要救济几亿人简单的不得了啊， too small， 所以他的口号就是 empty the hell and crowd the heaven， 啊，让地狱没有人空了，天堂满了人。其实他的意向啊，美国是个小 case， 他在非洲一场聚会是几百万人信耶稣，搞个几场美国都搞定了。他是接种的意向不得了啊，盼望我们为他祷告，他多来美国啊，搞几场聚会就搞定美国了啊，你没什么人嘛，才两三亿人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中国才需要嘛，对不对，不用抗药去中国啊。啊，中国才是好搞啊，十三亿，对不对？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哇，不用看，都是有信心的恩赐，啊，死人复活，神迹其实多得不得了，为了福音，为了神的国度，啊，见证所传的道，啊，所以刚才这个芳芳提到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啊，这些疫病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求真正的复兴，而且要求真的有这种恩赐的人，这样一个圣洁的器皿。有些医病恩赐的人，刚开始医病的恩赐很明显，但这个器皿不圣洁，或者说夺取了神的荣耀，慢慢不明显。啊，有些先知也是，有段时间特别准确，但有段时间真的是所讲的都是不准的，乱七八糟的，啊啊！前几天还有个同学来到我 office， 是问到这个预言的问题。他说有个所谓先知来到我们教会的退休会，一讲就说 ，You know, Miss, there is a Paul, God wants to speak to you， 哒哒哒，讲一堆东西。结果他们找来找去，聚会里面没有一个 Paul， 他说有一个 Paul， 第一句就完了。说在我们这有个叫 Paul， 在美国人的聚会里面他这样讲顶没错，但在中国人的聚会里不要这样讲，你要说 There is a Mr. Wong， 可能还会准，姓王的总会打到一个嘛。你要讲 Paul， 你在中国教会讲 Paul 你就完蛋了，但结果他忘了，先知不灵，搞错了，啊， There's a Paul God wants to speak to you， 结果他们大家找来找去没有一个 Paul，怎么会有个破？这个先知搞错了，所以哎呀，造成教会很大的问题啊！啊，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弟兄说：希望你们教会在恩赐的追求上面，先不要从预言这一块，这块是最危险的，啊，最难分辨的，啊，也最容易误导人的。我有次参加一个那个。我告诉你，更他们离谱的就是说，我们每个都可以做先知，我们来操练啊。他们怎么操练呢？甚至就是带着这些学生到街上，看到红绿灯，你现在马上发语言，马上变绿灯还是红灯，操练，接下来操练。
搞得很乱啊。甚至我告诉你，最近在中国教会有一种现象更糟的、更危险的，他们叫方言讲道，听说吗？站上去用方言噼里啪啪的讲完。一般方言可以啊。但是整个都是方言讲道，然后就有一个人简单的翻几句啊，这个搞得很乱了、都没有好好的用悟性神的话啊，高举圣经啊，来造就安慰劝勉。大家在那边听方言讲道啊，有时候有翻，有时候没翻，大家在那边傻傻的这边听啊，很危险的 啊。然后就教导所谓的这个先知的恩赐啊啊，只要你操练，一定得到啊啊。既然是恩赐，怎么能够操练呢？所以有些传道人就是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们要羡慕先知讲道，表示说每个人羡慕就可以得到啊。然后他把那个先知讲道给他改了，他说原文是 prophesizing 就是指道做先知讲预言，不是，他说翻成先知讲道是我们中文圣经翻错了啊，说是先知讲预言 prophesizing。 所以我们英文这个 prophet 这个字呢也是很 misleading 的啊，包括我们中文翻作预言也是很 misleading 的。所以聚会所早都有这个看见，他不翻作先知，他叫圣言，生命记的圣，做圣言，像摩西一样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请你站起来圣言一下，不会说请你来做先知讲几句，不是圣言。对对了，就是 fortune teller， 越来越偏了，很危险啊。Amen。 所以我们不能有的是因噎废食。对了，我这个有这样的经历。很好，所以真的恩赐也会有假冒的啊，但不能因着那个假冒否定那个真的，那个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啊，有真的钻石，真的劳力士表，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出灵，如何把恩赐定位，真的看到其实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见证所传的道，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神要你经历这些，就是要你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好让你有这个信心手按病人，病都得医治啊，还是为了要流出去啊，透过你的经历流出去啊，所以不是只是单单为了医病而医病啊。他都在意象中看见。对，都在意象中，对对对啊。所以感谢神，也有一些的先知，就像雅加布一样，讲得很准确的啊，耶路撒冷大饥荒什么时候，讲得很准确，这是属于啊 predictive 的 prophecy。但是更重要的 prophecy 是先知讲道，造就安慰劝勉。所以当我们定义 prophecy 的时候，一定要定义清楚，不是 prophecy 就是讲预言啊。最近北美所谓的先知运动，把这个 prophecy 就定位做先知说预言，其实不是。从整个旧约到新约，先知是做神的出口，是教导神的话语，这个才是重点啊。好，我们时间。